你还有选择的余地。
在你们来此之前，老夫就曾在星宿变化间观察到了异象。哦，观星，你老儿隐居人间，竟然还学会了这种把戏吗？七刃天火观察天地之间，下地界千仞处便是天火，顶天出头部分是伤心。昨夜，伤心突然入秀三度。伤心歪了，这意味着？意味？想必更大的意味是，他正在缓慢回正。这便说明，七日之后导致七日之前伤心入秀的东西会再次发生。当你们说在20年后七刃天火所发生的封魂之仪一事时，我便突然理解了。晚辈仍是似懂非懂，望前辈再行赐教。殷公子，天人的时日与冥界凡人的时日相比，似是而非。不如你就想象成是一个锅盖，天人所处之位就在锅盖的最顶端，时间的流速最慢。是以天上一日，地上百年，原是凡人处于穹顶之下，而七刃天火上部便是这道锅盖的顶端，在那其中眨眼便是百年。至于你为何会现身于此，我也暂时没想明白。我的推测是，20年后当我用七刃天火为你封魂时，你的灵魂以及与神剑相契的肉身穿过了岩窟，产生了某种共邪。所以晚辈才会借此回到过去。说实话，这些话你叫上一位深耕观星30年的老者过来，估计也弄不明白。初荣，你就说一回大白话吧。哈哈哈哈，目前我所能指点你的，便是七日之后天火还会震荡一次，伤心纠偏回到原本的正位。殷公子，也许那便是你将一切反正之机。容我想想，七刃天火震荡是因为铁匠先生您用天火行仪，那么他下一次震荡可是因为另有其人在七刃天火做出了同样的事。我并不知，我想你只需当时当刻去往现场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我为你修复了九仪天尊剑，那么你的剑呢？哎，这是另一件大事了。晚辈的剑在地界被一位金色瞳孔的神秘女子盗走了，况且九仪天尊剑是我在彼时战胜蚩尤的唯一胜算，若是我空手回去，我们只会落得毫无胜算的境地，我必须得带着那把剑一起回去。九仪天尊剑此等当世至宝，妄求者甚多，各界势力纷杂，凭此模糊描述我也无法做出评断，对你下手者究竟是何人。金童？哎，殷公子为何不早说，金童正是地界幽姬的特征啊。可是这一代幽姬为何要盗取九仪天尊剑？幽姬听起来好熟悉的名字，我在哪里听谁提起过？不论如何，盗字在先，就不占理。殷公子，我们直去地界，点名找他讨剑便是了。二位前辈，且慢。先时，我师父曾向我述说我的身世。他说，我娘是地界掌统妖魔的幽都之长，名叫幽姬。这盗我剑的女子，也是幽姬，那岂不是说明，这世上有两个幽姬？啊？这我倒不知情了。殷公子，照这么说，难道令堂就是幽姬？是你娘把你的剑偷走了？啊？
师父。师父。是。啊，不对。应该称大师兄。你是门中弟子。我从未见过你。啊，我是殷千阳的远房表弟，名唤殷建平，是前来投奔他的。嗯。既然是外人，为何着天玄道服？啊，昨日刚拜于门下的，大师兄没见过也是正常。今日在山下迷了路，好在碰到了大师兄，可能引我去见我爹，我表兄殷千阳吗？你也不算外人，我也可以与你敞开心扉。归根究底，杨二仍是我的师弟，他若不端，同道议论起来定会带上师门的名号，污了我天玄门的名声。我看着他长大，最明白他的本性。杨二天性不是坏人，但我终究挂心他的邪性，亦很难令他出落成一个正人君子。若有一天为了正道必须与他为敌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？你不是他的亲人吗？我会坚持我所认为的正道。嗯，我也是。万万不可！天玄门府，这位师弟，你难道一路上都跟在我们后面？总之不，高师叔姐，你们不能，男女之事
不可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呢？虽然我对师妹是亲人之情，但我却很好奇，你为何半路跳出来说这些话？因为我喜欢高师姐。怎会如此？我根本不认识你啊。千平师弟。啊，师姐。二师哥在车厢里面睡着了。到洛阳的车马驿也许就要到明天早上了。师姐，你不歇息一会儿吗？啊，我有一事实在在意，所以才想着来偷偷问问你。嗯，师姐只管问便是。你上午说的喜欢我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坏了。何出此言呢？我与你素未谋面，若是对一个生人口出此言，未免太冒失了吧。是晚辈唐突了，望师姐谅解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晚辈便脱口而出了，应该事后找师姐当面赔罪才对。况且我从小到大也只对二师哥有心意，若是叫他误会了才不好了。不对，师姐，有话我没对你说。其实阴晴阳表哥一直有一个娃娃亲在老家，所以。娃娃亲？二师哥他很小就来到天玄门了。可能他忘了吧。有些话晚辈也不好当面说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有冒犯师姐的地方万请见谅了。师叔看起来一脸寥落，我从不知道爹娘相遇之前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插曲。师姐很喜欢千阳师兄吗？嗯，从小到大除了抚育我的师父还有亲长兄一般的大师哥之外，二师哥他就是我生命里唯一的人了。很小的时候师父就对我说，我命中是禄存星，乃是七煞的半星，我是注定要一直守护着他的。哪怕他之后。嗯，之后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想说哪怕他之后他完全变成了一个你我都不再认识的人，
倘若此事发生呢？师弟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会不认得二师哥了？我是说倘若他不惜血刃相见。你莫非是真的知道些什么吗？小师弟，你可是会算卦占卜之人，看得到我们几个人的命数。哎，没有的事，只是路途漫长，我突发奇想罢了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那我相信师哥一定会有他非如此做不可的理由。我能做的只是站在原地，让他回家的时候不知失了方向，如此便好了。师叔，这么说起来，我好像和他相处的时间也相当短吧。我也说不好，上回听说他还是从师父口中，下一回真正见到他就已经是那副狰狞模样。也许人心终有意吧。我们三个都长大了，大师兄和二师哥之间好像因为这样那样的误会也生了嫌隙。只是我只愿记得那些好的时候。嗯。你瞧我莫名其妙拉着你自顾自说了一大堆烦心事。如果你驾车累了，就叫我和师哥出来顶班就是。不过我们也并不知道你所说的那处秘境在哪里，要是跑偏了路，可别怪我吗？
知道说服他们没有，爹和娘看起来都陷入了沉思。殷少侠。嗯，我在。不知姑娘叫的是哪位？乱了套了。前辈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你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？我与你真是初次见面吗？不是，在七刃天火处不是已经见过一次吗？这么说来也确实如此，天玄门与神剑纠葛深远，而我又自幼被教习着这些知识，我了解你远胜于你对我的了解吧。可我认识你比你认识我要更久。
大师兄找我何事？你们不是自鄱阳城后改道回天玄门了吗？为何绕入来此？师父没事吧？没回，中途事情有变，我们去了趟别的地方。跟着你们来的那个惊恐女子是什么人？那人口中说的取剑是什么意思？如今时局已定，知道这些也于事无补，徒增烦恼罢了。师兄还是好好养伤吧，明日去追击雷晋掌门一事，师兄交给我们就行。师父今夜已经闻言悬空寺事变，正在快马加鞭赶来，我若是一问三不知，怎么向他交代？罢了。借剑只是借来一用，你也听到龙叶姑娘也只是因为受到了先祖的蒙骗而荒唐。只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妖女，你却为了这一面之缘甘愿与整个武林作对，竟还记引狼入室之年，带她来这封建禁地。大师兄，依据师弟在地界的亲眼所见，那片天地当中生活着的不过是与你我一样的凡夫俗子，并非妖魔鬼怪。若是我们能够日夜见到光明，他们为何又要遭受这样天生的不公呢？哼，好笑。人族尚且互相倾轧征伐，千百年来不得终，你竟然还有心思去考虑这所谓地界的生死？互相征伐？大师兄，你指的是你我如今这般细墙口诛吗？哼，你且继续狡辩。师弟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大抵是见色起意，挡不住那妖女的软语哀声，蒙惑了心智罢了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何在大师兄眼中万事只有黑白好坏两分，绝无周旋的余地呢？大师兄就笃定自己一生光明磊落，永远世事分明吗？为何就不是师弟举棋不定，优柔寡断，看不清那些摆在眼前的事实？在我看，世上本无天生的恶种，但有的是被逼上梁山，走投无路，只能做恶事的本性善人。这些事不是你与师父教我的吗？就算补出我命中带煞，你们仍要我行一时善举，如此便能改天换命，做一个侠义之人。大师兄，于我所言，天玄门上下除了恩师，就只有你是。罢了，我还幻想着，也许你们一贯如此教导着我，或许就能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。若是终究不能理解，那最起码别拦着我的路。
纯剑仙。师弟，啊，是您啊！明日还有鏖战，师兄不歇息吗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啊，我心中尚有一些顾虑，想静一静。我也是。我从来没有和爹独处过这么长的时间，不知天下的父子是否都像这般话不投机。你和龙叶姑娘交过手吗？啊，先前交过。不过是一场乌龙，都解开了啊，所以你对他也只是一般的情分吧。等一下，爹的心事是什么？是的，我已经有主意之人了，绝无二心。好，衣少侠，建平。龙叶姑娘。老早就看你在这边发呆，一夜过去，你未歇息吗？心中思虑万千，很难合眼。明日封印蚩尤魂一事，关乎两界苍生的生死存亡。想必那边在篝火旁歇息的众人
也各有一忧吧。是的，我担心的其实另有其事。哦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可愿与我倾诉一番吗？没关系，是我在犯痴而已。明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，我甚至早已知道自己会做出怎样的决定。龙月姑娘，如果不急的话，可以劳烦你在这儿再同我坐一会儿吗？建平不走吗？事情已经圆满了结，为何你看起来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？我，龙月姑娘，你们先走吧，我稍后便跟上。哦，此地还有什么余事未了吗？没有，只是想起了从前做过的一个梦，梦到了一些故人，与他们共处了一些时日。这个梦成真了吗？真的不能再真，虽似遥不可及，又确实历历在目。好了，只许你在这里伤春悲秋一会儿，我们就在前头等你。好，在前头见，娘。